扮相秀丽雍容，唱腔优雅婉转。他是名师雕琢的美玉，深得昆曲名家张继清、张敬贤的真传。她是牡丹亭里一梦成痴的杜丽娘，姹紫嫣红开遍，她将最美的青春献于昆曲艺术传承。中国戏曲学院优秀青年教师顾卫英，轻轻松松教你练，快快乐乐我来学。欢迎走进跟我学，跟随我们乐活戏曲玩转舞台，我是傅博洋。那么通过一周的学习，今天是我们的成果汇报日了。我也很期待顾卫英老师和他的学员会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首先我们先跟随镜头到后台去看一下。大家好，我叫王艺璇，我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五一小学。Hello， 大家好，我是陈雅玲，是一名昆曲演员。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戏曲学院的翟婷婷。大家好，我叫刘亚民，我是一名即将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的学生。欢迎大家收看戏曲频道，跟我学，跟我学吧，跟我学。希望大家多多看戏曲频道，尤其是跟我学哟。
刚才的短片，我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了。那么下面就有请我们的顾维英老师和我们的学员粉墨登场。顾老师您好。通过一周的教学，我想您有什么教学心得和我们观众同志们分享吗？那么我通过短短一周的教学，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体会到了昆曲确实很难，但是我也更加的有信心，因为我们的小朋友都能够学得有模有样，所以呢，只要您有兴趣，只要您爱好这门艺术，您一定会在这个艺术的殿堂里面得到真谛的啊。那么所以呢，我也非常的期待我们的学员们接下来的粉墨登场，来给我们汇报这个教学过程的成果。希望他们呢，在这个短短一周之内呢，在自身的艺术上能够有一定的提高。那么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地方。作为老师的话，最大的，满足、最大的幸福呢，就是学生进步了，老师是最开心的。其实我也很期待您这些学员们通过一周向您学习以后的汇报成果。我尤其是特别的想看到我们这位小朋友在跟您学习一周以后的汇报成果。现在，你现在的心情是怎样的？我现在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希望我可以演好这出戏。希望演好杜丽娘这个角色。我相信你一定会演好了。好，那么我现在想问一下，就是马上要展示成果了，通过一周的学习，你现在的这个什么感想？心里什么感受？心里还是比较紧张，还是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自己展现得更好。不要紧张，那么一会儿把你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们的顾老师。那么现在把舞台交给学员。
是比较有点紧张，是不是？好，没关系。那么接下来看大姐姐们还有一段呢。好。的注意力要集中，不能像生活里面老是要眨眼睛。那么另外一个，注意到你的身段跟眼神的一致性。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Thank you.
那么刚才这个三位学员已经汇报完毕，您对三位学员的表现有何评价？我觉得他们真是也是不容易，因为时间比较短，在这个短时间之内能够吸收到这些上课的要点，比如说在自己的一个薄弱的环节上面可以有所长进，那么就是他们学习这段时间的这个成果。那么我想，问题总是还是存在的，我们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哪怕是我们的艺术家们，他们还在不断地攀登艺术的高峰，那么所以我们是义无止境，学海无涯，还要继续的不断地往前进。我现在想要跟我们的小朋友说，小朋友今天的表现也是非常棒的，那么就是呢，以后在表演的当中呢，注意到你的比如说用眼的注意力要集中，不能像生活里面老是要眨眼睛，那么另外一个注意到你的身段跟眼神的一致性啊，不能说眼睛看那边身段再往这边做，哎，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专业的表演方面，因为他呢不是一个专业的戏曲的演员，他纯粹是属于一个业余的，不会走路，不会举手投足，不会用眼睛，更加的困难就是不会发声。哎，今天呢能够唱下来，就说明你已经不容易了。老师说你进步了。是的，那么希望你以后呢继续的喜欢，继续的努力，好吗？把这一段能够更加的演得更加的完美一些。好，谢谢老师。谢谢郭老师。观众朋友们，随着我们今天老师的点评，那么我们本期节目呢也到此结束了。再次感谢郭老师和他的学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同时也感谢我们乐队的老师的辛苦，那么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注我们跟我学节目，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跟我学，多多关注戏曲频道，再次感谢大家，谢谢。昆曲如同一出永不谢幕的长剧，一次次的场景变换，一年年的人物更迭，转眼就是600年。600年前，昆山人顾坚改进和完善了南曲声腔，绘就昆曲传奇的最初一笔。400年前，汤显祖完成不朽的传奇《牡丹亭》，昆曲由此进入鼎盛时期。300年前，两部传奇巨作《长生殿》和《桃花扇》先后唱响大江南北，昆曲在康乾盛世奠定了无可动摇的国剧地位。200年前，在一代代昆曲艺人的努力下，昆曲折子戏已日臻完善，为刚刚萌芽的各地方剧种提供了最宝贵的经验和借鉴，近代中国戏曲蓬勃发展的大幕就此缓缓拉开。80多年前，40多个少年走进苏州昆剧传习所的大门，在昆曲最为衰弱的时候，他们用尽毕生心力守护着昆曲的一脉香火。50年前，周传英等传字辈艺人十五贯，造就了新中国文艺史上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佳话。今天古老的昆曲焕发了青春，迎接着下一个百年。在这方狭小而又广阔的舞台上，600年的昆曲演绎着属于全人类的永恒经典，台下是一个民族的唱和。
山。文化内涵的，比如像现在的研究生、大学生，我觉得这个人物形象应该是小生行，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帅哥。嗯，活捉张文远，也叫活捉张三郎，这出戏呢，主要说的呢是这个阎锡娇被宋江杀死之后阴魂不散，对，蔫手，哦，有人睡眼朦胧啊。摸摸眼睛，然后弹一弹了，类似于这种蔫手，手里这个手拿的是蜡台，因为当时没有电灯，哎，拿的是蜡台。